主料：大排80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葱、八角、香叶、糖、生粉、黑胡椒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大排洗净，用刀背把肉拍散，大排放入盆里，放盐和黑胡椒粉腌制，碗里放点生粉，打一个鸡蛋，并搅拌均匀。锅里放油，大排沾点鸡蛋液里，放油锅里炸。把炸好的大排放盆子里，锅里放酱油、糖、八角、香叶，把大排放入锅中。等大排煮熟了调味，撒点葱花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鸡蛋液要粘稠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